上一次的内容谈到，芳香植物萃取出的纯精油都是香的吗？天然的芳香植物萃取出的精油所含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，因为是天然的组成比例，因此气味好闻或不好闻都有可能。至于合成的香精，虽然香，但是吸闻一段时间后，可能会产生恶心呕吐的副作用，因此香精油与天然精油完全不同。提醒您购买精油之前，请优先考量是否天然健康。